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聪，今天出来套螃蟹，用猪肝当诱饵。我现在先把猪肝插在竹签上面。一个小时后见。对，又都改了。要我走了。你看我们这里的资源有多好啊！别说赶海没赶到东西，那是你的技术不行，那是因为你没找对地方啊。马勒里。哎呀，对了。又多给力了，都力保的手底又多给力了。猪肝还在哎，哎，这是黎明蟹啊，哦，这个猪肝没有了，哎，有了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好大的梭子蟹。就我都看到它的壳了，你看，哎呦，这是兰花蟹，这个头也可以。哎呀，有一个跑出来了，我看到它从猪肝那里跑出来的，呀，就从这里跑出来的。没有，哎，哎，终于来了，你看，兰花蟹，这里我都看到了。一只腿的梭子蟹，这只你看，猪肝都被它吃完了，猪肝没有了，好大梭子蟹，你看，又是梭子蟹，好了，这个都没有躲下去呢，梭子蟹，最后一根了，哦，这个猪肝都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哎，哇，这里有一只这么大的，死掉了。哎呀，还有点呼吸呢，你看它的腿，哇，这好大，比新蟹都大，发财了今天，哦，我有一群。发夹菜，夹菜。现在准备要吃饭，那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现在潮水很快就涨过来了，这个时间放是最合适的。你看我提了这么多。猪肝过来，期待收到货啊！
你看，有翻肚子了，杀猪哟、哦！1、2、3、4条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聪。昨天丢了一包猪肝在这里，好像效果还不错哎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抓紧时间啊！杀猪哟、哦！这个杀猪一般上来的话是活不久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哎，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不像是蓝子鱼，哎，是蓝子鱼哦。收了，不错不错。这水还是有点多，不太好找哦。啊，哎，出来一条了。哎，难得还有一条杀猪是活的，你看还这么多水，我都精疲力尽了，但是也不能摇得太干啊，我怕里面有一些小鱼小虾的话会被赶尽杀绝的。啊，这里有一个，哎呦，这么凶，压住。哦，非常大，这石头蟹。开启摸鱼模式了啊、哦！哇，这么多海六壳在上面，差点就给它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哦喂，芝麻棒啊！哎呀，哇塞！还有100多块钱的好货嘞！哎哎呀哎！石头太多也不好用抄网。唉，没有了，也爽了啊、哦！哎，那里有条鱼啊！哇塞，这么大的乌头，有2斤了，可能太可惜了。哦，这个鳃还可以啊，你看，还不是很白啊，简直还有点黄啊，带走了，厉害了厉害了。嗯，这里这里还想闪，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是怀孕的。看一下今天的战利品啊。哦，哎，这个得留着。今天的收获非常可以。这个杀猪你别看它小啊，很贵的。我岳父每次钓的话都可以钓10斤8斤。哦，喂，跟这条乌头鱼都够了啊，还有石斑，哎，你还想跑的？今天收获满满啊！再打点水啊，免得被这个石头蟹给夹死了。你看，雨过天晴了，雨也不下了，收获也不错，今天非常开心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啊。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我们的深海烤虾除了可以当零食，煮粥也是很鲜，而且很方便。香喷喷的海鲜粥，我们这里很多这种窟的吧，就要看看有没有东西搁浅而已。嘿嘿，他不知道我来了，知道吗？他刚刚反应过来。大的石头蟹长得有点像青蟹哈，你看，红花蟹，哎呦，哎呦，太小了，不好好夹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里是。哎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又是石头蟹。哎，这刚刚看到一只螃蟹，在这里，又是石头蟹。搁起来这么多鱼啊，这还活的，你看，哇塞，搁浅的时间长了呢就死掉了，之前你看都活的。啊，多吧，啊，那里还有，哦，这些都死掉了，你看，只能带回家喂鸭子啊。哎呦，好小。哦喂，这么小的金骨，哎，哦，我去，活的还就把它放了。
不活了。活呀，这，走吧。哇，都是刚刚被搁浅了。呀，都还活的，走吧。呀，这死了，死了就带走了。都是这么小的黄鲷，很贵的这鱼，如果大一点，你看，这条对吧？走吧，走吧，死的就带走，啊，这里又一条，谁说水清如鱼啊？哇，你看，这里，你把我玩了，你看。这里还这么多，等一下就被搁浅了。你看，走吧。不用怕，我来打救你的。等一下被搁浅了，你看。走吧。哎呀，好多，真的是跟着我跑。搁浅在这里面，都说平时他很喜欢。我在洞里面的，拿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还能救啊！差点就没看出来这只螃蟹，它就喜欢躲在水头的下面或者有阴影的地方。今天收获，有收获就可以了。这些鱼呢，都是一群一群的游的，可能当时是在追一些什么食物吧。潮水退得快，然后一下子被搁浅了，说你跑不及。这种现象呢，真的是非常难得碰上。可惜太小，要是大的话就发大财了。这鱼很贵的啊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到了夏天了，但是一点都没有夏天的味道，我感觉像秋天多一点。找货。是好的。这些地方的蛤蜊很多的啊，又来一个。石头旁边或者说木桩的旁边就是很多的小。都是大的，哎呀！你们看，这里有螃蟹的壳，石头蟹来的，还有腿，啊，这些呢都是青口螺啊，一个个粘在管道里面的。哎，上杯。又来一个，天哪，我刚开始没看到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哎，你看，哎，上来，哇，我是真的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了，近海期才有机会抓到这么大的，哇，这最少有3斤。大红鱼啊，在坑底红红的，我还以为是垃圾袋呢，对不对？半年没有抓过这种鱼了吧？是不是？哇，发财了！哇，好多鱼仔哦！哎，这里有一只螃蟹。啊！哦吼，太小了。石头蟹这么大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它带走了。这是青蟹来的，啊，螃蟹洞。但就是没有在里面呢。哇，好深啊，它洞蟹。
哇，这只大，哇呀！还好我们这里的水够清啊，很久都没有这么好的收获了，真的非常开心。走了走了，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聪。也没找到什么其他货了，就先到这里吧。这些呢也非常满意了。这只螃蟹钓对了，很少看到石头蟹搁浅在沙滩上，还想躲，哎，你还真的躲，哎，啊，还少给藏住了。哎哎呵呵，哎，我还以为没有希望嘞，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你的倒霉啊。好久都没有见过斑节虾了，好大个头啊，这里这么多，你看还有两条在这边。哎，这不是斑节虾，这是什么虾？这才是斑节虾吗？小是小了点哦，好久都没捡过虾了。扎堆哦，不要糖嘛，啊？就是小了一点哦。这一条准备握沙子了。哇，你看他的腿爬得好快哦。哎呀，挖了一堆沙子在洞口这里，差点就错过了。刚刚从这里跑了一只螃蟹出来，你看这脚印啊，脚印躲在这下面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看看看看。哇，这只大。四小红，你看，斑节虾就喜欢打洞，看一下。哎，没跑没跑，这里又来一条，又来一条，哎，这条大，哇，爽吧！今天的虾真多，又来一条小的。又来两条，水太深了不好抓，好多虾，这条大，好哦，啊，这一块我还没踩过的，印子很明显。好，这些都是哦，再来一条，这都是哦，哇，太过瘾了，哇，这，啊，先吃点，哎，哇，这条大，
真是体验了一把童年的乐趣啊。哇，太多虾了。哎呀，这么多怎么抓？哇，这都是野生的，你们看好漂亮。这螃蟹都不要了，我怕螃蟹把这些虾都夹烂了，那就不好吃了。好多的坑里面起码有几百条，抓都抓不完。啊，有一些太小了，都被我收了。抓的时候太刺激了，哪里想到这么多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聪。想不到烤出来也有这么一大盆呢。先准备吃饭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万里晴空，跟着我的镜头赶海吧。你们看不看得出这里是一只螃蟹，还有个蛤蜊，很明显吧？看，哇，它腿好长哦，好几个月都没看到蓝花蟹了。看到它，我的心情都变好了。这时候的硬脂是最明显的，刚刚退潮，如果搁浅了的话，很容易发现的。嗯，差点就错过了。这只小一点，但是也到了重量死亡线。好多螃蟹的，你看它的尸体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今天的风景好漂亮。这些海草旁边找一找，这里好大的印子啊，你们看一下啊。哇，大不大？腿好长啊！到了近海期，这种螃蟹非常多，平时想见一只都很难啊。我还以为是石头蟹呢，这么小的青蟹，啊，躲在洞里面。他是不是被人家抓过了，特别的警惕呀、啊？算了算了，不碰了，免得把他另一只腿又碰断了啊！这只肯定是被人家抓过的，干什么傻子了？喂，又来一只，这简直是捡钱的节奏啊！你看，啊，不是漂亮的，哎呀，好几个月没有收获这种蓝花蟹了。真的是超级爽。今天教你们找螃蟹洞啊，这里是一个印子，但是已经空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些脚印，看到没有？脚印来到这里呢，又有一个洞口，所以这里呢，百分百是有货的啊。哇，就是太深了。哦，太深了，真的像这种情况它是绝对有货的啊，有个钩子的话就 好一点，这种螃蟹的话就好找一点，但是呢不容易见啊，好几个月都不一定碰上一次的。喂，主要是我们这里太偏僻了，都没有人赶海，所以说螃蟹特别多。别看我是住海边的，但是这种螃蟹我都藏了很久了。
这收获可以吧？这么多品种的螃蟹，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兰花蟹。青蟹贵是贵了一点，但是一般都是用来煮粥或者炖补品。清蒸的话还是兰花蟹味道最好的。我叫阿聪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今天出来挖蛤蜊啊，这么小的扇贝，可爱吧？刚刚还在动，哎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跟我打招呼呢，太有礼貌了。小的，这里，哎，我还说这里都没蛤蜊呢。石头，小的，越来越小的。蛤蜊它是哪扎堆的搁浅的，一来几个了。等下这浅啊，挑大的浅就好了。看这。还挺多的，又来一个。挖蛤蜊也不要找贝壳很多的地方，因为你感受不出来，你不知道是贝壳还是蛤蜊。像这些刚进的地方，我们一挖，咔嚓，听到声音的话就有货了，这是大的。你看，马上就来四个了。又来一个，嗯，有有这么多，哎呀，这还是白的，又来，都是小的，又是小的，哎呀，真的是不能讲，啊，来大的了。这个也叫车螺，我们很多这里。啊，又来一个。乡下地方还没什么人，所以一般我出来挖两个小时就有的吃了。头被我挖断了，这条蟹，这是斑节虾，会破砂纸的，头被我挖断了，还能弹跳哦。这个还有一条鱼搁浅了，还受伤了呢，把它放了，把它放到坑里面啊，走吧。哇，这个砂纸这么黑。肯定有螃蟹的，哎，不是螃蟹，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大的八爪鱼，哦，还喷水啊，哇哇哇哇哇哇，你看你看它的力气多大，哎呀呀！真的是好心好报哦，刚刚把那条小鱼放了，就来一条这么大的八爪鱼，这个是章鱼丸来的，应该可以卖80块钱一斤吧。发财了发财了，我答应了。哎呀，我多改了，我又多。你没用啊。多。
我就发现一个沙虫洞，贝壳太多了，不好挖。啊，来了，逮也逮了，刚刚就是挖了这条。环境好，那沙虫这么漂亮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聪，今天太阳太晒了，回家了，收获不错，拜拜。